传统的美术作品与数位技术相结合，可以为人带来不同的观赏角度。一起去日本东京观看一场特别的美术展。3面45米巨大屏幕上播放的是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五大画师的代表作，高清晰 4K 投影仪将经过加工的影像作品投射在巨大屏幕上，配合魄力十足的独唱音乐，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感受，使人仿佛走入画中，重新发现日本传统艺术之美。展出采用日本独有的超精度三次元质感处理技术，将 B4 复印纸大小的浮世绘作品加工成20亿画素的 3D 影像。作者がその絵に描いたようなアームの距離に近い状態で浮世絵を見るということがなかなかでき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高精細なデジタルデータで巨大に拡大すればですね、その小さな細密な部分がもう明らかに出てくると。葛饰北斋、歌川广重、裱屋宗达、尾形光琳、伊藤若冲，这五大画师留下的国宝级作品，经放大投影后，仍然分毫毕现，甚至原本很难看到的画作中丰富的细节都一览无遗。集まったデータを巨大にするにあたっては、もう10回近く投影実験をしてきました。展览最后的12个展示屏上，葛饰北斋的富岳36景、歌川广重的东海道53次等58幅浮世绘作品在电子屏幕上不断切换，当时的日本风土民情和美丽风光都可以通过画作一窥究竟，趣味十足。展览由富吉 Art、富吉 TV、BS 富吉、日本放送4家公司共同举办。